然后就是我做出来，然后灯的话，我是用你那画面可能个。要再分享一次哦，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这样会把你的卡掉，你要再一次。好，OK，好，回来了。我这个是我做出来，然后灯我就是拿那个，就是城市设计用的 LED 灯，因为我家没有其他灯，我就用那个去放，然后放了不同的位置，对，好，OK，我结束了。好，可以。你上一个是回到上一个，这个刚刚吗？上，这个，对，这个就是材料问题啊，其实也不是什么你的问题，就它这边透明的嘛，所以透明的就会有另外对，一种味道跟感觉，跟你原本要做的就真的差蛮多的。不然这样好不好？你就挑战把第二个刚才讲那个结构看能不能做出来。好。然后，我相信你应该想要，我们回到第二个好了。你想要做那个火山的感觉，应该是要那个地方特别亮，但是山的地方也要有点通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往下一下，那个模型的地方，你尝试用我刚才的做法再试一下，就试这个就好。那第一个就先不要做，然后顺便练习一下怎么运用铁丝的结构跟面材一些隐藏去做出你要的形状出来，因为这种其实对我们做产品设计来说很重要，包括做家具也是一样。你要怎么去买一些不好看的东西跟一些东西，然后做出一个你要的形态，但是又可以保留你原本的想法，那个就是要设计师去思考怎么去思考形态的结合跟组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挑战一下，做出来应该会比现在这个再更好一点。好不好？再挑战一下。好，谢谢老好，师。谢谢。好，换郑轩。我叫，不是听得到我。也可以。这个是那个，就是上一次那个棒球那个概念，就是棒球手套上面有那一盏灯，我就把它想，把它设计成这样。这样我比较好看哦。然后但是因为，对对，然后那边都是。等一下，你刚刚那个下面跟这个是同个东西吗？没什么意思啊，问一下而已。对对，就刚好是因为我材什么那个材料有限，好像材料少很然后多。我手，然后我手又不是特别的灵巧，我觉得你那个橘色那一块的曲线还蛮好看的，你要不要尝试看看用纸？你家有比较厚的纸用吗？纸，你用厚的纸板去凹凹出那个形或状，者。对，凹出来之后呢，那个形用厚状纸板，呢，你再去拿一块新的纸把它压平，然后再裁一个一样的形状，大概裁个3片到4片，把它整个粘起来之后变很厚，对不对？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有厚度又有一个对对，形态的造型出来，就可以玩。所以你要用一些构成的思考去想怎么去堆出那个结构出来。对，我就可以试试看。然后中间如果有点撑不住，会弯曲变形。记得在那个纸板里面，你假设你有4片啊，一跟二、二跟三、三跟四中间都埋铁丝，把那个曲线凹出来，铁丝就会撑住你那个弯曲的造型，这样你弯出来形就会固定住。明白明白。对，可以试试看。对，应该会结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好。回到你的模型，因为我刚刚模型怎么跟图有点落差。哦。没关系啊，我不是在骂你，不要紧张。我知道你可能那时候只想到这个方法做，然后东西又不够，就没办法弯出去嘛。我懂，所以你这个礼拜给你挑战好不好？把它试试看，我刚才讲的做法好不好？试试看。好，没问题，老师。那应该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好，那我就去试哈。那我们看第二个。好。这个话就是，就它不单单就只是那一个，一个长方形的那个形状，它旁边的话，我想做成那一个，就是它两旁边会有那一个面，就是会有向外扩张一点，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向外的一种曲度，然后它就不单单是那种直直的那种中规中矩的那种是，直筒那种木型，对，就是这样。好，然后它的那一盏灯，就是我想，就是把它就是放在那一个就是木条里面，好，
是啊。嗯。好，那你的 partner 怎么这样？是谁这么直接的叫出来？这个可能问题一样啦。你说你家里有纸，对不对？纸是 OK 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挑战看看纸的部分。对，但是说实话，你第二个概念哦，真的要用一些硬的材料，比如说木块、木条去构成，会比较漂亮，是真的啦。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你自己一跟二好不好？你选一下，我是觉得一比较好玩啦。你应该说你有铁丝嘛，又有纸，你就去把那个第一个的模型尝试做出来好不好？你先把第一个做出来好。好，没问题。我觉得会花比较多时间， okay. 那就把它做好，好不好？再试试看。好。好。OK， 好，谢谢。好，谢老师，老师，拜拜。啊，谢谢老师。拜拜。好，范佳琪。好。这样有吗？有，请开始。好，我是公司杨佳琪，然后这是我第一个作品，然后我把它取名叫《漩涡的涡》，然后它是用一片纸板，然后切割像这样五角形，然后中间用铝线可以让它高度有变化的时候可以支撑，然后从上面看会有一种螺旋进去的感觉，对。然后我本来用蓝色上色，但是我发现我身边没有蓝色的纸板，所以我最后就像这样用白色的纸板下去做，也 OK 啊。然后，然后我做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很喜欢从上面看下来的感觉，就是像这样有光影变化。是，对。哎，你这个看起来是真的可以往上弯哦。你是用两片纸把它包在里面，像我刚才讲那个做法一样，对不对？两片纸包在里面，就是两个纸板把那个铝线压在里面，还是里面？哦，没有哎、欸，它是一个纸板，哦、然后因为铝线会跟它一起上去，所以它其实是有支撑到那个纸板。哦，你是靠铝线在撑上去的哦，了解。对对对，但老师你说的那做法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因为你那我讲里面再加铁丝，有个好处是结构会比较强，它会更撑得住。如果你单靠那条铝线撑着你的结构往上跑，你试过撑得住吗？有，我有像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明显。嗯，对，好、okay. 如果之后要做这个，我再试试看。对，好，现在这个打光的效果，如果符合你预期的话，那这算蛮成功的一个实验，很好。好，因为完成度也蛮高的。好，好，好，那第二个是我家就是笼子的笼嘛，然后它是一个单一的元件，像我这样画起来比较像菱形，但是我本来是想要画正方形的，然后就是画了五个大小不一样，就是也想要让它有点渐变，然后中间贯穿了一条铝线之后，它可以随着使用者的喜好或者心情去改变它的位置，对、然后我做出来就是像这样，然后还没有改位置的时候就会像这张一样，就是比较平面，但是 我后来有多改了几个位置，然后下去拍不同角度的样子，然后就像这个比较看得出来，对。OK， 好，我觉得佳熙有一个地方很棒，就是你的那个灯光实验的完整度非常好，就你的影跟你的模型、草图要做的事几乎都做完了，就是完整度很高，对，所以不错，可能平常材料堆的都蛮够的，对，这很重要、所以是真的要放点东西。好，所以其实你的光影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符合你要做的东西，但是可能一个小小建议是，以这个作品来说，我觉得你的灯有没有外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灯罩，把它罩起来，我觉得会漂亮很多。还是你喜欢这种工业风露出来的感觉也可以啊，看你的想法，觉得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它灯罩如果罩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因为你现在这个灯泡下面那个地方比较没那么好看，灯泡那个亮度的感觉还好，但是下面那个金属的地方跟你的造型有点不太搭，你自己觉得吗？ 好，我觉得可以做个罩子把它包起来，就等于美化一下。那其他地方我觉得很好，那个转的感觉跟你的变化有符合你要做的概念。我蛮喜欢左下那一张的感觉，那个层次堆叠的效果还不错。好，好，很好。然后我们看第一个，看第一个，好，这样。第一个可能也是因为第一个你的灯泡是倒在地上的啦。对，所以是也许可以做一个台座把灯泡撑起来，然后下面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罩子把灯泡稍微包装一下。好，它可能是一个
方盒或是一个圆柱盒子把它包起来，有点像光源透出来的感觉，嗯，或是你想要裸露出来的效果也是可以，就看你的想法是要怎么做。好，对，然后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可以这样拉高拉低这样子。嗯嗯。哎，我看一下草图好不好？你草图原本是，你长这样。OK， 好，所以也是蛮。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个过程有个很大原因是你的草图跟你的实验结果是非常的非常密切的完成的，嗯，所以你的在怎么讲光的实验的执行面上你算今天做的算非常完整的，嗯，对，谢谢。但不是说其他同学不好啦，不要误会我意思哦，嗯，不是说他刚好他这边真的看起来是很完整，应该感觉出来了，对，这也是强调那个平常堆物资的重要性。好，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在灯的部分的包装上跟设计上可以加一下一点功，因为你做一下它蛮完整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去修，所以可以往下做，就是看造型上面的细节要不要再做的细致一点，然后还有灯的包装，甚至你可以开始做灯座，把那些线路埋在里面，好，慢慢朝向完成的这个方向走，好不好？好，很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嗯。等一下，这个吗？好，你是不是有看见吧？嗯，有。好，那我的第一个是阶梯，然后我用一张纸，然后呢，然后用短短的剪，用剪刀剪几下，然后再折叠，然后就会有让它有一股像阶梯的，嗯，就是两边都会有阶梯的感觉，就是不同方向的阶梯，嗯，然后从灯也是从里面照出来的，嗯，对，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外侧的那张纸也会有一股朦胧，非常朦胧的光，对，是，对，好，讲完了，嗯，很好，哎，这个打光感觉其实还不错。你的灯是下面是一个面状的灯吗？还是一个点光源？面状的吧，嗯，感觉像面状的，因为它打得很匀称，不像一个点散出来的感觉。所以你的那个从上往下看的时候，你那个阶梯的那个每一个面啊，那个光都很匀称。就看起来很舒服啦，嗯，不会说有些地方特别亮，有些地方特别暗，它就是很匀称。嗯 ，OK，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是树枝，然后呢，上次只是画一，就是只画一层而已，然后呢，这次就想要画成两层，然后外层跟内层的构造都不一样，里面是用比较粗一点的，而且纸是用瓦楞纸，然后外面呢是用，嗯，比较细一点的、比较薄一点的纸，然后把它剪裁，对，还让它让就是灯从灯里面照出来啊，影子会有一股森林凌乱的感觉，对。好 ，OK， 我们把它看完好了，看下一个。好，露，我们一组吧。我的第一个是祭台，这个是我心想的，这个设计的灵感是在游戏里面，不是有一些比较祭台，或者是有一些时候会放那些贡品那些台子，就是从那边是想起来的。这里我用了比较多的三角形，因为它的外形主要是这样子，扩大一点。它的外形主要是，外面是个三角形的框，可是这个三角形是从里面它是建构出来的，就它里面是有一个台子，因为本来想说就是只是用那个普通的那种 LED 灯在下面这个台子的下面发光，嗯，就是在，我再去看那个灵感那个画面那个游戏的截图，如果就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就是那个台子的上面去加一个蜡烛这样子的灯，嗯。一是因为它的灵感，二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它很像那些，就是有时候去，我见过的一些去，那些放蜡烛的那些台子也蛮像的。
所以我就想不能这样子跟光阴这个互动。所以我在这边的介绍里面也有说，它有两种光，一种是在台子下面的，另外一种是台子上面的蜡烛的灯。是 ，OK。对，这样。最后另外一个设计是相信，这是我从上个礼拜的设计里面改的。在这个草模里面，我依然保持了它外形的构造，可是在里面我主要把它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就是做一个渐变的感觉，往里面旋转的感觉。对，上个礼拜我是直线的，直线没有改变那种，可是这个礼拜我把它做成了一个旋转的改变。这个光打出来应该蛮好看，那个引出来应该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角形的堆叠的出来的一个效果。好，谢谢老师。这个没有打光试试看哦，好可惜哦。因为它要在里面有一点拿大。你可以，其实你可以拿手机从背面打出去，就等于它光在里面打，我就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造型蛮完整的，它只是看起来比较小一点，没办法塞东西。所以你之后要做这一个方向的话，可能那个型要大一点。但我知道这个草模缩小 OK 啦。那你可以先用手机打打看哪个角度发出来光是好看的。那你之后做大的时候就把灯埋在那个手机打光的位置就好了。谢谢老师。Okay, 好，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往上翻。可以往上翻一下吗？往上上一页。太快。Sorry， 中间那个先停一下，这个吗？下面，在下面。哦，对，这个刚才没有讲嘛，哦。对，这个其实你的这个结构出来的影，应该也是都还蛮丰富的啦。对，但是就还是一样少了一个实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打光看看。它光不一定要埋在里面，你可以从背面打到前面来，因为它等于就从里面打出来的方向是一样。好，可以试试看。好的，然后在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然后这个我给你一个挑战好不好？因为现在这看起来很完整，它就是一个还蛮有意思，虽然造型很简单，但是效果蛮好的一个结果，一个灯的一个罩子。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个都是透明的，对，所以我给你们个下礼拜的小挑战，就是说你再尝试在外面去设计一些结构或是一些面的构成，去把这个东西包覆起来，不要让它全部都透明的，让它有一些层次，好不好？好，但是千万不要包到你楼梯那个好看有设计过的地方，就是旁边的其他面，你常常去看，哪些面遮起来会有一些设计的感觉，或者是做一些面的堆叠，就等于你这个基础来做，再往下做一些设计，好不好？好的，好，大概这下礼拜我就希望看你们这几个尝试性的一个练习，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听到吗？有听到，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们可能会晚一点点哦，还有一些人没讲完。你们要吃饭可以吃，没关系哦。那我们现在这个线上有看到吗，老师？有看到了。先讲我的，好像有点小哎，我要放大一点。OK， 好，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好，我第一个模型是那个龙卷，以那个龙卷风为原型，然后把它抽象成一个风，把那个风抽象成一个碗的形状，然后去。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就那个名称就是环环相扣。然后我是想把它就是那个 LED 灯装在环的里面，然后让它有灯光的互动的效果。然后精图第二个就是那个方块的，用那个几何图形组合而成的，然后就是让它有一个不同的方块，然后有交错，然后让那个设计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然后灯光也有。一些不同的效果，然后只是因为我那个材料比较不足，然后我想说就是索性用 3D 建模去做的，然后这个是我用 3D 建模去做的模型，然后
我有尝试把它加一些材质或者颜色上去。你刚好像灯光可以用在里面嘛，就贴那个灯光的材料或是自发光在里面嘛，可以。对对对，好，这的确是个方法，但我相信是因为你自己 3D 比较研究啊，不然一年级应该还没有摸这些东西。对，因为之前有研究过。对 ，OK， 没有，这是你的技能 ，OK 啊，对啊，也是一个呈现方法。然后大概就是不同角度，然后有不同灯光这样子。嗯，好。然后这是第二个模型的 3D 建模，然后就是方块的那个，然后就是它灯光有一些外光源的效果，然后就可能是就是放在墙壁上，然后就有一个可能可以有一个收纳的用途或者是照明的用途，就是气氛的感觉，然后我也尝试用不同的效果去做，然后有一些霓虹灯的感觉，对。对，大概是这样。嗯，蛮好看的啊。所以这个 3D 模拟出来跟实际上一定会差不多啊。所以你可以开始做了，没有问题啊。嗯、你可以开始做你最终的模型。可是没有材料。对啊，有点可惜啊。但至少你大概这个 idea 知道 OK。如果你以后想要把它做出来的话，我们希望大概2月28号，如果虽然我觉得几率很低啊，那假设疫情有趋缓的话，那也许就可以出去买东西。对，没关系，反正我们就先这样 keep 住。那。就很好，我觉得这个效果是跟你的草图非常非常的接近，就几乎是可以表示你就做出来没有问题，嗯，很好，嗯，对，好，然后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就 OK， 对，甚至还可以有些收纳。这个你可能要想的是，因为你现在的东西是 3D 模拟，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可能有这种结构会浮空在空中上。你要想，因为我是用。我想是把它用线吊起来，然后 去做那个吊灯的线。没错，可是吊起来有问题，吊起来会有配重的问题。你是很多都斜角的，对、嗯。你如果没有用固定的结构去把它撑起来，它用吊的一定会晃来晃去。嗯。所以像这种灯，其实大家都会做一些硬的支架，只是比较细，然后在一些比较看不到的地方把它撑着。所以你这个东西挑战是，你要怎么样用垂直的。支撑的这个线材去插在每一个结构上，把它衔接起来，而且可以支撑得住。好，嗯，这个要动点脑筋去想。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东西要做出来的一个挑战，你可以尝试做一些模型试试看，好不好？嗯嗯，好，好 ，OK， 那大概是这样。你下礼拜如果要有些方法，就可以看看做一些实际的东西，看看，好，练习看看。好，然后、okay、我们是一组的，然后还有紫萱的那个模型。好。OK， 那我们就接着讲好了。好，喂。你很近，就是，但是我也是没有材料，只能用建模的方法做。然后我建模就是上个星期老师说，就是向下那两个。部分要做多一点，就不要太单调，所以我就用了那种矿泉水瓶的，那上面会有一种螺纹的那个螺纹，就是螺纹，然后就把它放到那个向下两个胶的部分做一个，就是不要太单调的设计。嗯，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好，然后下一个就是也是之前那个走马灯的设计，然后我的故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故事要说什么，就是那个灯片的故事，然后我现在预想是一种就是小朋友睡前那种父母给他们讲的故事，所以我就把向下两片做了一种类似那种中国枪花的，就是他们枪户旁边会有一种木条装饰的那种，嗯，东西做一个那种设计。好，就这样。好，就这样。好。OK， 好，这样的概念因为是 3D 模拟的啦，所以基本上它的可行性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还是蛮鼓励你们尽量可以手做啦，因为毕竟。3D 模拟是一个手法跟辅助我们设计的方法，但是始终你这个东西还是要变成是一个
实际的物件嘛。那我觉得一年级还是尝试这样和练习用手做。但如果你们真的材料不够的话，我会建议你们下礼拜可以用一些纸去做做看简单的。就像前面很多同学，他可能草图画的还不错，可是他材料不够，他还是很努力的用纸去想办法弄出来，包括一些简单的废纸啊，就是至少要让你的手去习惯做东西啦，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好不好？鼓励你们下礼拜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因为你们 3D 这边已经证明说你们这东西可以做得出来，然后效果也还不错，所以你们现在就用让手去练习一下，可以吗？好不好？好，没有都没有不好，就是还是希望这个作业的精神是实验跟手作，好，就把它做做看，好不好？好，来 下面你们还有位同学对不对？对，还有一个，对的，还有一个。好，还有一个应该是文峰嘛？哦，好。对对对，听到吗？对。有听得到。那我这个是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就上面加个云朵，嗯，然后在中间部分呢，我就做竖改的，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太阳跟月亮的一个设计，嗯，对，因为我材料不足，所以说比较紧一点，嗯，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哎，那个结构跟感觉都有出来，嗯，你这个是用 PU 模对不对？嗯，还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没有没有，就拿那个叫什么，那个玻璃封嘛，然后再放那个，再拿一个 A4 纸，你是用 A4 纸折的，全部的结构？是，没有有一些是用那个叫什么，宝丽龙膜嘛，那个叫宝丽龙还是？你这是宝丽龙，看不出来。那个叫宝丽龙嘛？对对对。这是宝丽龙哦，有，你看，等个白色的。我还以为是用 PU 膜的。对，它有一些就，哦，不是不是的，那我不会用。哦，OK。那你的宝丽龙感觉好像蛮细的，没有那么粗。哦，因为买一个比较细，对。嗯，OK。然后下一张是。然后这个我是材料不足，所以就他因为我现在就画的世界呢，他我就加了一些外框给他，就在他方形的外面就加了一些四折的外框，这就因为材料不足，对，是那么。OK， 好，好，我们看到你第一个好了，我觉得你第一个可以花点时间把它弄得更好。因为第一个现在完成度还蛮好的，然后你现在想办法让第一个的中间啊，看能不能塞一些光源进去，然后因为塞进去的话，你的线路哦，就可以用你现在的这个中间这条红线的结构去把线缠在这个结构上，然后埋在底下那一块底座里面，让它可以发光，或者是说你可以埋那个灯条，我看到我看过，在那个里面圆形的地方里层的面去埋那个灯条。然后你夜间打光打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加这样的概念。好、啊，我就想要这种概念，就灯光藏在那个圆形的里面。里面嘛，里面那一层里面。然后像那个云蛮好看。对。嗯。然后那个云朵就想放那种夜灯，就它是会，怎么说呢？那种叫会自动有夜光吧的那种灯。你是说涂夜光料吗？好像会有点鬼油，我觉得可能先不要。你说直接让云朵发光吗？啊，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做个做法。还在你的云朵是不是粘在上面，对不对？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个铁丝或什么支架把它撑出来，变成是立体的，就是铁丝是撑在那个云朵跟那个圆形那个结构的中间，然后撑起来之后，是不是有个空间会出来？你在那个空间的背面去埋一个小灯泡，然后线路藏在那个你那个圆形的结构里面，这样它打灯的时候它是背光源，就会像刚才那个上一组有个同学，他不是做那个你们同一组的同学啊，那个谁我看一下，玉杰吗？应该是静轩，对，静轩他不是做那个 3D 的模拟吗？他用背光源吗？你的云朵如果用一样方式做背光源会蛮好看，哦，就是背光，让云朵后面埋灯，然后产生背光，啊云就会这样晕开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你那个里面环的那个做灯条的埋设，应该就整个做出来不错。对，
觉得你就干脆花时间把这个做好，好不好？你另外一个好像没有那么完整。好、哦哦，好，大概这样。对对对对，因为难度够。对，我知道，我知道，没问题的。其实你这个已经算还蛮完整的，结构都有出来。嗯，好 ，OK， 就把这个再往下继续做。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啊。他还在吗？好像不在，对不对？没关系，那我们先往下好了哦，时间有限。然后我刚才有思考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的那个材料都不太够，有些同学可能是就既有状况继续去试嘛，所以我在想下礼拜我们上课的方式我改一下哦。如果没听到同学，帮我跟他们讲一下，我们可能就是下礼拜。我直接看你们的结果，然后我在这几个礼拜再打一个成绩，做一个我们讲的 checkpoint 的一个检核点。所以下礼拜大家就是把我们今天讨论花很多时间，甚至超过时间讨论的建议跟结果，再做一些 refine 调整之后，然后把你们的实验结果用照片呈现，就不用写理念，然后把那些实验的照片放在，我会开一个资料夹把它放上去，我就直接上网去一个一个看。然后就 OK 了，然后让你们可以继续往下做，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时间可能会比，因为讨论差不多方向都确定，我觉得应该不用再这么细节的讨论，可以让你们继续往下做。所以下礼拜就是你们把在上课时间把那个实验的成果放上来，然后继续往下做，把它往筋膜的方向去进行，我们就不会再一个个讨论好了。我觉得这样可能让你们做的时间比较够，那我在评分的时间也比较可以一个一个细部去看，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杰怡在吗？在。OK， 好，请开始。等一下，上传一下。好。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不会这样子讨论，就让大家直接开始做筋膜。然后我们也请大家把你们这礼拜进度上到网上。然后我在你们做模型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看，然后打一个。分数的总结，这样在这个阶段，然后下一次的检核点应该就是最终的结果，但是不用紧张，我们就把它当一个主题，把它练习完。啊，模型有比较不完整或材料不够的地方都 OK， 但是尽量把它完整就好。那你要开回刚刚那个，好，可以吗？有吗，老师？等一下，我看目前还没有，声音有出现，但是萤幕还没出来。怎么没有呢？学长穿什么？老师，等一下哦。那哪一个？就学长了呀？没有吗？你想吗？那按另外一个，你按这个，你用跳。第二个，OK， 老师有吗？有了，有了，可以了。哦，好。好，老师好。好，请开始。我这个的想法跟之前的五个都没有关系，是我因为我之前的五个想法都是用那个纸板比较多，因为我现在没有纸板，所以我打算用就只有铁丝，用铁丝做了这个东西。了解，然后这个设计理念就是。那个有一个小王子的故事吧，那就一个小王子在那里一个星球上垂钓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没有买到那个灯具，所以我就先用下面那个宝丽龙先暂时代替一下，就到时候那个灯泡会在这个位置，那灯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这个是设计里面是一个蒲公英的感觉，然后我就想灯具是打在就是这个地就上面的地方，然后它会有那种羽毛的影子，就有点像笼子的概念也有。嗯，好，这样谢谢老师。好，可以，好，我们讲完再一起看，来下面。我还等一下子，喂，到你，好，到你，你好，老师，是。老师好。嗯，哈喽，嗯。
这一个是就是算是的，就是说就做这个也可以吧，所以就是这个我就用就是透明的一个板，就是切出来，然后把它粘起来。然后因为里面这个是因为买不到那个灯泡，所以就用那个宝丽龙代表，就大概这样。所以这里会就是之后会是就是一个灯泡。嗯，对，如果所以我用不写，我用那个是 flashlight， 我用一个是手电筒，对，手电筒，手电筒叫，所以它会出就是。它的形状是大概这样，嗯，就有点像你灯光由上往下照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就是灯周由上往下照埋在里面，就大概这个感觉，嗯，是。然后我会问一下你里面那个纹路好像蛮特别，那个是里面是什么东西？是它本身板材的纹路吗？啊？就你的引出来的那个纹路蛮特别的。哦，因为是那个透明板，这一个就是透明板，然后我是用那个。胶带，就是透明的胶带，所以它是出，它的感觉是不一样，就是哦，原来是用胶带粘起来产生的那种胶质感，我还以为是做什么特殊事情，我有那种，觉得这效果蛮特别的、啊，哦，原来是胶带混凝，看不出来，好，是，也许你发现一个，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上次我那个就。跟现在这个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是有一这里还有一片透明的东西，但是那个我就没有加上去，所以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感觉好像那个 diamond 的一种感觉吧，所以叫出来就是大概这样的形状，对，所以我上面那个板我就不做了，了解，所以稍微改一下那个板，就是大概这样。OK， 好，谢谢老师。好，谢谢。我们看第一个概念哦，我们回看。好，这个，这就蛮有个故事性的。可是这个要怎么放灯呢、啊？灯要怎么放？就可能是掉在那个。这个是换成灯。哦，那是灯哦 ，sorry， 我刚刚对对对想起来，这是灯。好，那你的线路要怎么埋？埋在底座里面吗？可能就是在那个中间那一条开始，还有那个铁丝网那里， okay， 可能就到时候线路就接着那个铁丝网固定在铁丝网上面。OK， 好，所以你们下礼拜可以再试试看，把它往下继续做，好，蛮有趣的。好，我们看第二个。嗯，这个其实会更像灯具的感觉。就它的灯泡只要架在中间的那个结构，就衔接你们铁丝的那个地方，然后在灯泡做连接，然后线路埋在上面的地方，去把它收起来，应该就 OK 了。对。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是，请说。那个灯泡的话，要怎么买？灯泡怎么买哦？现在可能买不到了，你现在不能出门啊。所以我觉得你就先做实验啦，你尝试模拟那个灯泡在中间打光的感觉。嗯，好。对，像你现在就在做实验，你打，但你这个光打的应该是整个房间的灯吧？你尝试看看。没有手电筒的灯。是手电筒哦。哦。感觉好像是从上面有个日光灯照下来。就我从用手机在上面的方向，就是模拟那个灯的方向打下来的。哦，我觉得你手机可能要放在那个铁丝的下面，就是那个接的铁丝的那个结构下面直接这样打，它才像在里面打出来的感觉。哦哦，好。对，但这个东西很完整啊，就是它做出来大概样貌差不多，就跟现在差不会差异太大。嗯，对，可是有可能我原本是想要多一些那个羽毛，就给它比较多一些，可是就比较多层一点、哦，就有可能里面的是小圈，是不是？对，就有可能会向外扩的感觉，就是里面的是比较小个，然后到外面会越来越大圈一样。欸，可是我在想，如果你这个羽毛在往下长，对不对？它最后把灯包起来，哦，它变一坨，也许是往上长会比较好，就把上面的那个铁丝结构包起来，这样下面灯才会晕开，从下面光跑出来，才会有照明效果。不然你把下面的羽毛往下长到最后一坨挤来那里，灯就被塞住，灯就出不来了。
哦，好。我觉得我的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那你就好，把谢谢老这两师。个，你看，你可以择一去把它做的再更精致一点，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好不好？好。好，OK，我们看下面这个，好，然后这个跟四跟五第四页跟第五页其实它的结构体的做法很像，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我应该比较喜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行性来说，第二个概念可能比较可以做得出来，因为它下面有底座，可以买那个你的灯或者什么的。那那个吊的话就比较不好做，但我不是说要你挑战的避开或是不好做的东西，而是以完整度来说，第二个概念也比较完整啊。它下面就是灯的结构会往上打，你打灯的那个模拟也蛮有你刚才讲那个 diamond 的感觉哦，那个钻石的味道出来。那我是建议你的底座要加厚，才有办法把东西买进去。底座现在太薄了，然后底座可以不要那么规律。因为你 diamond 是一个斜角跟一个倾斜的感觉，也许你的底座也可以有一些倾斜的感觉，就不要那么平整，它可以厚一点，然后有点倾斜的感觉，然后让这个东西插在上面的时候是有一种不平衡的一个对称，应该说不对称的一种平衡感，跟刚才前面有一组做的方法很像，它就有一种趣味性，不会那么死板，就是一个平的台子，它有一些有个斜角或之类的，然后搭配你这个造型上放在上面。好不好？试试看。那后面我加那种白灯埋在里面。好，谢谢。大概这样。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是建议跟泽明。好，剩下四位辛苦了哦，比较晚一点。老师有听到吗？有，很清楚。我看一下。他我有们看下一到拜我就的让你荧们幕做吗？了，就不会再讨论哈。只是这礼拜大家辛苦一点，我们先做一个阶段性的讨论，看怎么往下发展。那下礼拜让你们就专心的做。这样有看到吗？还没，等一下好了，他可能要点时间传。有了吗？好像没有你分享的没是有单吗？个画面还是分享全荧幕？我看一下。哦，有了。好，这样有了吗？有，这样有了。这是我第二个草图，然后我原本是像左边这个设计用菱形，然后加了一点线条，然后后面我想说有点太空了，然后我就加一点，就是在外面做一点螺旋，像一风暴的那种线条感。了解。然后我做完之后，它有点不理想。然后我中间是想要加像中间那种钨丝灯，然后但是我觉得线条有点太细了，因为原本我是想说用圆棒去做，但是疫情关系我没办法做，就只能在家里用这个铁丝来做。我了解，我觉得你效果会不合预期，可能有几个点，因为刚好提到我看到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第一个是线有点太乱，可是你的草图的线是很规律的，而且你外面那个很对。漂亮那个就是主结构那两层的那个就是基本型的堆叠，你的线条是很利落，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铁丝可能不够粗，所以它的那个对，不够结粗，构它不就够是有强。点太软了，对，有点难去塑形那个形。然后你的那个风暴的那个漩涡，对不对？我会建议下次要再，如果你想要再挑战的话，我建议你做斜的，斜的，对，斜的就不要，因为你原本的结构就很平整、很规律、很四平八稳，你再绕一个很规律的螺旋形绕在旁边，它感觉就会好像全部的东西都很稳，没有一种你要暴风的太感正觉。了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螺旋的地方，然后可是螺旋那个线铁丝要很细，不要粗，那很你主细。结构线要粗，那才可以把主结构衬托出来。然后哦，配角了要解。降低它的视觉感，但是因为你是用斜的堆叠起来，它会有一种远看有一种好像有个风在转的感觉。那如果是你平的转，就没有那个风的感觉。所以你斜度可以抓40度、45度或30度试试看。你可以先做个小的螺旋，看哪个效果比较好，然后再把它缠到大的上面，这样应该会蛮不错的。好，那我懂。好，很好。那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原本我是像上次那个螺旋的圆形的灯，但是后来我在做的时候发现不太好做，就是它那个形连接起来就怪怪的。那我就把它改一下草图，就
它变成也是类似像曲面，然后圆形曲面，然后往上延伸的感觉。然后上面那个我也是用铁丝，然后做叶子的感觉，然后就不是一个平面的叶子，做一个它是一个多面曲面的。是。然后做出来它形上面的曲面是还不错，然后如果我之后再做筋膜的话，我想说把上面变成实体的，然后把电灯是砍在这个实体的里面。哦 ，OK， 有点那个结构跟怎么讲，就是那种类似我们在做一些雕塑的时候，做结构不做面，就是让它镂空的感觉，然后又有点工业风的味道。对，我觉得可以。对，我就没有只用铁丝，因为后面用铁丝其实灯光就不知道怎么打。嗯，好，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方法可以试试看，应该会更好。好，好，这个可能就可以再试一下，才会知道那个结果。好，好 ，OK， 好，那我们下礼拜可就会让你们做，你就可以再花时间把它完整一点。好，很好，好，我们看接下来。老师，哲明他应该不在。好，没关系。那他有跟你分享那个吗？没有，他应该还在睡觉啊。我们看一下好了，没关系，我们看一下。没有，我不知道他的在哪里，他没有跟我坐在一起。哦，真的吗？那对他是分开的。他下午在里面吗？嗯，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好，没关系，那我们先跳过好了，然后看他现在在，因为其实也超过三个时间了，我觉得还 OK。对，好，那他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再来跟我讲。那不然你们就继续做，好不好？好，好，谢老师，这样有吗？有，好，请开始。就是我的上礼拜的，就是第一个是梦之泡，就是想要做梦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是像花瓣一样组成。然后梦之泡的话，我是拿就是类似塑胶袋的东西，然后里面塞灯，然后把它捏成我想要像这样子的样子。但是就是还在尝试，因为那个很难塑形。哎，里面你有放铁丝吗？没有，我觉得可以放一下铁丝的。就我上跟你讲，你这个如果铁丝撑住，应该还蛮好看的。嗯，对，就用铁丝去把一些你现在的形给它稍微架住，让它保留那个状态。那如果铁丝架好之后，你可以在铁丝里面抹一些胶，让它粘在这个柔软的质感上，它就会跟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造型整体的感觉。嗯，好，那我再试试看。好，然后第二个那个花，我有试两个，一个是。这样就是只有上半部的，然后我灯光原本是想说从就是中间花的中间这样打，但是因为没有适合的灯，所以我用一个圆形环形的灯去打它，然后让它的影子是有种重叠又有点发散的感觉。而且你这个纸很酷，它有折很多折角的，因为你是有点像用直角的方式去折那个弧形出来嘛。对，所以它看起来会不顺畅，可是它影很有趣，影叠出来会有像那种菱格纹的感觉。对，还蛮酷的。然后但是第二个是，没关系，你先把它讲完了。好。第二个是想说跟前面的图比较像一点，就是结合上跟下，但是我觉得有点杂，对，就是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然后它的话，我也是希望光是从中间，只是现在没有灯，我就从上打下去。然后会有点像是开花的感觉。对 ，OK。对，好，我们回到那个上一个好了。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就你看模型不知道打光可以有这样有趣的影子的堆叠的感觉，就那种菱形堆叠，那种菱格纹的感觉效果蛮好的。对，因为刚好你的折痕跟光产生一些有趣的化学变化，变成这个效果。所以你看起来应该灯会埋在，你的那些上面的那个结构，那些曲线的结构的正中央，然后让它透出来，应该会比较好。对，就是在那个位置上。你如果放在下面的结构，然后做半透明，让光透出来，可能打不出这种，因为光会从下面往上，影就出不来，不会有那个。所以我觉得放上面可能比较好，发散掉。对，会变成往上，然后影子就不见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值得往下做，然后看看想办法能不能找到一些光源去试试看。然后下面这个就像你讲的啦，因为它两个结构都是比较复杂的，两个东西都复杂的话就互相，而且大小差不多，会互抢。要么就一个变大，或一个变简单，让它有一些差异性，
然后让那个上面的复杂结构的影可以让它呈现的比较完整一点，对，或是想办法让它再怎么放置或组合上，让它看起来影是和谐的也可以。对，这样看起来真的有点小乱，对，就你刚才讲的，对对，小乱。我们回到第一个部分最上面的那一个，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我觉得铁丝去想办法把结构撑住。然后里面再放一些原本草图想要做的一些，或是里面光可能不止一盏，可能有三个灯，一个大的，两个小的，或两个一个中一个小的，然后三个灯源这样照出来，然后这样这个结构。